大年初五，槟城佛教慈济喜圣中心特别热闹，有朋自远方来。慈辉法师和智空法师协同分会执行长郭继元的母亲慈念阿嬷一同前来关怀圣友，送祝福。同时，喜圣中心还欣喜迎来世界著名活艺鞋类设计师 Nado Jimichu 周仰杰。慈济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organization， 我成日冇机会嚟，今日头一次嚟嘅。我听过慈济系一讲系救济嘅救济个慈心嚟嘅，我听咗好已经好耐好耐，但系冇个机会能够入到嚟呢个咁好嘅环境啊，同大家相处同埋了解佢嘅慈济嘅呢个慈悲嘅活动咁样。圣友与志工的真心分享，那都周仰杰感动于心。不是喜圣不了，而且我还喜心。我虽然我系好多谢我自己身体好健康，但系我睇到啲大家都咁爱护嘅病人，俾一个机会佢哋，唔似好似你大家咁个医生啊护士，因为自己有个心啦嘛，爱帮手病人，俾佢快啲复原，俾佢有一种信心咁样，系嘛？所以我覺得你哋啲醫生啊、護士同埋呢些服務嘅人員咧，仲大粒過我啲，仲巴閉過我。過新年也是過新年，期待人人心連心，年年心相連。大愛新聞馬來西亞檳城魏麗柔、朱凱琳採訪報導。